小队们，我们先在后面先排一排，这时候是你们交朋友的好机会了，好不好？我帮你赶快交朋友了。对，好，当时先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脱单小队的队长，我是叮当。我第一次在录音室，然后我跟 Jason 合作，然后我比较第一次他对我的印象是声音，声音有蛮取悦我的，他的声音我觉得哇，声音好性感。MV 的话，果然是演过舞台剧啊。不得了，对，不一样，对，不一样，而且哇，那个因为他在里面要挣脱，就是我们的怎么讲，是剧情上面就是被绑住嘛，或怎么样，对，然后最后还要有斗争，打斗戏，对，然后我觉得身手特别不错，对，可以考虑动作片。那这像是当姐喜欢的类型吗？是啊，啊，这么豪爽，这么豪爽，相较之下呢，相较是什么样的类型？最萌身高差啊！哦，对耶，最萌身高差，就搞不好今天稍微穿了点油跟了，那个高度站，我觉得也还蛮有型的。那正前方这边，然后那个就像他在后面这样子，对，这样是一个，对，然后有一种甜蜜的感觉，甜蜜的感觉，对。小鸟依人新专辑能够开出好成绩，也希望喜爱他的粉丝朋友跟身旁的朋友呢，都能够有招来这个好人缘、好桃花。好，那我们来过香炉，好。预祝我们这个被越不可春啊！你们不是你们三个绕香炉哦，不是你们三个绕香炉，是这个要过香炉三圈，是这个要过香炉，不是你们全身都有加持，哦，全身加持是不是？哦，各自也是很需要，各自也是很需要啊，你也算是蛮憨厚的哈。好，也谢谢，就像在百忙之中特别来力挺我们的当姐哦。两人这个合作的新歌《不要命》的推出之后，其实受到许多的肯定跟赞赏。香炉就是通常我们就会把那个就是在里面这样子手这样放进去这样过，可是因为我们刚刚的那个签太多了，签很多，要帮祝福的那个人很多，所以要帮祝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刚刚就是用以身作则，对，以身作则，然后山不转人转。转得好，觉得我一直都很幸运的是，其实我这一应该是这一路上其实蛮多的男性的就是好朋友们，然后一起合作，像之前的像修杰楷，然后像何润东，还有像霍建华，通常都是他们跟我合作完之后，他们就找到另一半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真的是有蛮红娘的那个运，然后希望合作完的男生，然后都可以很快又找到就是他的最终归属。嗯，那因为他们说拜这个都要就是讲理想型或是条件类，你有没有什么必讲的吗？其实我反而是跟月老讲，就是说，其实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给我觉得我就交给他，哎，我就觉得就是告诉他，就是说我知道你一定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的，让他 freestyle 就对了。Yeah, freestyle.